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223集的节目。今天来给大家做 Cyberverse 里头的玩具哦，两台车啊，莫非今天我要开两倍的车吗？同学，并不是说画面有两台车我就开两倍的车，好吧，就算那不是车我也照开不误，对不对？坦克、飞机、大炮、潜水艇啊，甚至是太空梭啊，我也一样照开车不误啊。所以提一下啊，这是一个天火的玩具，就是一位 B 站的朋友呢，他准备脱坑了啊，然后呢这个玩具呢他就赠送给我啊，这个非常的感谢，那个我会研究一下之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这个照片泼出来的时候还蛮多人很好奇的，很扎实的一个玩具哦，叫 Jetfire 变成太空梭，感觉好炫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提过一下啊，只是给这位朋友呢做一个致意啊，非常感谢你。那今天的这个 Cyberverse 的这个两个玩具呢，它其实归属在两个不同的系列。这个 Bumblebee 是属于能量晶爆破系列，而这个的话是这个就前几天分享的那个赛博坦制，叫什么？那系列名字我也忘了。反正你只要知道这两个是不同系列的一个产线就行了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先从这个紫色的这个 Decepticon 狂派的这个Shadow Striker 吧，应该叫隐袭者来先做一个分享。首先它的车型啊、还蛮漂亮的啊、非常的流线型。这里看到啊，这个仿佛有点像这个 Harrow， 有点像落地纹那种感觉啊，流线的一个感觉。后面的这个定风尾翼也是挺帅，不过因为分色紫色的关系哦，所以感觉从上面来看感觉不是那么明显。后方的话呢，有这个这里看很帅气的这个像是推进器的啊，其实它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大炮。那从后面来看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个车尾灯啊，这个地方有些小空洞。那本身滚动性的话呢，算是非常的好的。那玩具有点空啊，这拿起来就是低龄化的玩具就不提了啊。那本身这个玩具呢，它的人物设定它是一个女角，而且跟这个这为什么把它跟大黄蜂一起介绍，是因为它跟大黄蜂之间是。就有那么一点点的那种特殊的关系啊，这个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动画片的第九集啊。那么这个 Shadow Striker 的话呢，它的一个连这个所谓的一个战斗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联动机关，在这个地方按下去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往后推啊，这上方的话这个炮的话会自动的弹射出来。那从后面来看就会缺了一个洞啊，但正面的看这个地方陷下去，两侧尖出来有一点侵略性，这个我是可以接受啦，就无所谓，就从这个地方啊，从这个地方推进去啊，拿出来，推进去拿出来。那本身这个玩具比较枯燥一点啊，除了这个联动之外呢，它已经没有任何的优势了。光是这样看的话，你就可以完全知道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模式是怎么样了。这个地方先把它解开啊，还有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之后啊，这个地方从这里应该是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出来，哎，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弹簧片，那我的做法只是把它往上推，然后用手的话呢去抵住，不要让这个弹簧片往后推，然后两腿呢给打开，这个变形已经算完成了啊，已经算完成了。两个轮胎背上在后面其实还算合理，动画片里头它确实就是这个形象。那可动也是非常悲催啊，就这个地方是球形关节，可以前后动啊，这以下的话整个都是一块的关节啊，没得动啊。这个不只是门板手啊，这是门板手臂了啊，这个门板手臂啊，基本上啊侧边来看，然后从这个各个方面来看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蛮，就是除了那个联动之外就没有什么梗了啊。那你可能会就是说后面这里多一块，对不对？你可能会想，那为什么不把它翻上去呢？它是不是这个地方可以好看一点？问题是你翻上去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按下去它是一个驱动嘛，你看这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把这个地方翻起来，它头会怎么样？头就会缩进去，所以就一整个各位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你是要牺牲这里呢，还是要牺牲上面呢？对不对？你要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就这个玩具是真的是比较弱一点啊。那顺便讲一下它的头雕啊，两个眼睛大小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动画片里头它确实就是长这个样子，而且它的造型是用这个还没有被炸死，还没有被 Shockwave 重组之前的造型，所以是整个都是紫色的。那 SoSo 啦，这个玩具就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。它的唯一的强项就是人家是女生也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女生吧，我就尊重你一下。但这个 Bumblebee 这个就 Bumblebee 这个能量晶爆破系的这个 Bumblebee 就比较好玩了啊。首先看一下，滚动性是很好，这没有问题。然后身上的这个，因为这个中荒隐月胸呢，它有做一点简单的勾线，所以你可能细节上看起来会比较明显一点点。那没有透明部件，上面这个是涂装的。那这个鹅黄色说实在话还算挺好看，这是蛮标准的一个 Bumblebee 的一个黄色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。那你这样看呢，你也能够原则上你也能够完全看出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形象。那它的一个车门是可以打开的啊，这个还有点小意思，如果你愿意借位的话你可以这样打开
好像有个开门的感觉。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稍微的借个位 ，OK， 有一个小小开门的一个样子啊。啊，其实也不对啊，其实开门应该连上面一起开 ，OK， 你知道一下就行了。然后它的一个比较意外的是呢，它的一个脚呢，啊，是属于这个变成这个车头。那这里要注意一下，它这个结合卡扣啊，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它是原则上是上下错位的啊，是上下错位错开的，不要两侧硬拔啊，还是不要两侧硬拔、啊，还是稍微有点花式比较玩的比较久啊，不要一天到晚都硬挤硬出。然后呢，这个两只手的话呢，一样啊，从这个地方就是做一个稍微的一个掰开，它两个结合卡扣，一个是这个白色那个上臂白色凸扣进去里头，还有这个地方侧边啊，这里有一个卡扣，这两个卡扣解开，然后呢，把这一块部件旋转一下啊，把这个肩膀旋转出来，这里也是这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两个结合卡扣一出在这里，好 ，OK， 然后一出在这个啊内部这个地方，两侧都给打开，然后呢，两侧的话把它给拉平，肩膀调整一下。手臂的话呢，给转成一个正常的角度，腿没有可动啊，腿就是成这样子啊。OK， 那这是它的一个机械的形象，对比一下啊，还是提一下，两个是不同系列的玩具，所以这个大小比例不要太纠结。好，那么这一款的话呢，看一下啊，一样是一个大龟壳啊，但是为什么我说它比较好玩呢？是因为它的一个点子还不赖啊。首先一下他讲他的可动就是手臂啊，这里有一个球形关节，但是感觉会比较容易去松动啊。然后这个轴啊取代了二头肌跟这个轴部的一个关节是共用的。手臂的话诶有个洞啊，虽然说现在 Hasbro 的玩具呢手有洞不代表有这个武器，但他真的有啊。他的武器在哪呢？在后面啊，对对对，这里没有变形完成啊，这个应该翻到后面这里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才在变形完成， OK， 这才在变形完成。那他的附带的一个武器在后面这个地方掰下来，你看它是有两把刀的，这个刀是有机关的哦。首先先给各位展示其中一把好了啊，这个弯刀，对不对？弯刀，嗯，那它这个透明部件拿在手上当然是没有问题。那它真正好玩的点是在这儿，它的话呢，这两把刀呢，这个刀其实它是有一个机构在这里，这个刀一旦插进去之后呢，它这个地方是会触动这个机关，这个机关是会被触动了，它会把这个蓝色的部件给卡住。那如果你两把刀都抽出来的话呢，它就会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效果了。那我们就在这边呢给各位做一下这个两把刀都拔出来的一个效果，两把刀都拔出来，哎，瞬间呢大黄蜂呢就会穿上一个颇有阿努比斯风格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，你不觉得我是动画片，我是没有看到这一集啦，但是你不觉得这是一整个很埃及风吗？这不是这个豺狼还是胡狼的那个头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裙甲什么一整个是连武器都是埃及风，对不对？然后配上大黄蜂这个黄色，我是真的觉得还蛮帅的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，我觉得很帅诶，这个对不对？这个透明剑这样子的光泽，然后大黄蜂的这个诡异的笑容，水蓝色的眼珠啊，一整个是，对不对？一整个是非常的完美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晃 ，OK， 你知道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啊。还蛮好玩的，这个大黄蜂的话，我会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啊。这个盔甲穿起来之后还蛮帅的，好吧？那今天就利用这一集呢，跟各位分享这两个一个可以让你蛮爽的，一个觉得不怎么样的一个玩具。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